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今天的新闻首先聚焦于中国火箭军的反贪行动，三所大学因涉嫌串标被禁参与采购，这一措施显示了军方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外劳，因为资金冻结而向香港当局求助，他们的辛苦血汗钱面临困境，令人感到不安。最后，美国国安顾问即将首次访问中国，这不仅是拜登政府的一个新动向，也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南华早报报道，解放军火箭军因指控三所大学存在串标行为，决定禁止他们在未来三年内参与军方采购。这三所大学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均与中国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火箭军指控这些大学与竞争投标者或邀请投标者勾结，以操控招标过程的结果。这一举措是解放军反腐运动的一部分，近年来已有多名高层官员因腐败调查而被查处。火箭军成立于2015年，是中国核威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的反腐风暴也使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护理工人向香港当局寻求帮助，要求追回因涉嫌洗钱而被冻结的超过100万港元的收入。这些工人表示，近两个月来已有19名工人因与两家本地货币兑换店相关的洗钱活动而受到影响。其中一位名为阿来的工人表示，他在香港辛苦工作多年，却因交易被冻结而感到无助。他曾向香港海关投诉，但因涉及大陆法律而未能得到帮助。此外，另一位名为阿林的工人也因类似原因损失了13000港元。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受到影响，相关非政府组织也开始介入，呼吁当局认真调查这些货币兑换店的违法行为。南华早报还提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于下周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国家安全顾问首次访华。此次访问将是两位高官的第五次会谈，预计将讨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包括反毒品合作、军事沟通及人工智能安全等。沙利文还将表达美国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关切，并讨论南海、朝鲜、中东和台湾等全球问题。尽管美方强调沟通的重要性，但仍表示与中国的关系竞争激烈，未来将继续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妥善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防止冲突发生。南华早报报道，来自马来西亚的一名商人因涉嫌领导一个诈骗团伙，被泰国引渡至中国，案件涉及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40亿美元。这是自1999年两国签署引渡条约以来，泰国首次将经济犯罪嫌疑人移交给中国。根据中国公安部的说法，这次引渡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中泰两国在执法和司法合作方面的深化。嫌疑人张某及张玉发，或称 Teddy T.L. Wei Hu It， 被指控经营金字塔骗局，欺骗了超过1000万名投资者，特别是许多中国国籍的受害者，涉及的金额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2020年底，重庆市对此展开调查，随后国际刑警发出全球通缉令，最终在2022年7月，泰国警方逮捕了他。雅虎美国报道，富勒姆主教练马尔科·席尔瓦在与媒体交流时透露，球队新签约的球员桑德尔贝尔吉在对阵莱斯特城的比赛中不会准备好首发，但下周的两场比赛将会出场。他表示，球队与水晶宫后卫乔阿金安德森的签约非常接近，并期待在周五结束前达成协议。席尔瓦对安德森的加入表示乐观，认为他将为球队带来重要贡献。此外，富勒姆还计划在转会窗口的最后一周签下一名前锋，以填补球队失去的边锋空缺。南华早报还提到，香港证券交易所正在修改上市规则，以便让专业科技公司和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 更容易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这些临时修改将于9月1日生效，为期3年。
香港交易所希望通过降低尚未盈利的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最低门槛来激活资本市场。自2019年社会动荡及随后的疫情以来，香港的股市经历了严峻考验，曾是全球 IPO 的首选地，如今已跌至第13位。新的措施旨在提高香港的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公司上市。市场参与者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将为 SBACs 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外交家报道指出，尽管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关于中国政策的辩论原本备受期待，但实际上却并未如预期出现。这一现象部分归因于外政策略在整体竞选中的低优先级。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平台中，中国问题的讨论均处于较低的位置，尤其是在加沙冲突等其他国际问题的影响下。此外，拜登政府在与国会的合作中表现出色，推动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支出措施，旨在提升美国基础设施和技术产业，增强与中国的竞争力。尽管有些政客对副总统哈里斯和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的亲中立场提出质疑，但沃尔兹在批评中国政府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却被忽视。与此同时，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模糊态度以及对习近平的高度赞扬，引发了对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担忧。德国之声则报道了北朝鲜在封闭边界近5年后，计划重新开放以接待西方游客。旅游业被视为平壤获取外汇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国际制裁之外。预计首个旅游目的地将是北部城市三池渊。旅游公司表示对北朝鲜的兴趣激增，许多人希望亲自体验这个神秘国家。尽管北朝鲜的旅游政策一直较为谨慎，但专家认为，金正恩政权正在努力吸引国际游客，以满足国家对外汇的需求。为了迎接游客，平壤正在加紧建设位于东北部的文山卡尔玛旅游区，计划吸引主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游客。尽管有人批评前往北朝鲜可能助长该国的宣传和核武器计划，但旅行社负责人认为，国际交流能够帮助打破北朝鲜的孤立状态，增进对外界的理解。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ubrief.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Six degrees of stories connecting in their way. From the weather to the sports and everything we see. People making news on TV screens for free. Six degree world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hirl.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bbon. Sit back and watch it all. Big and small, they call.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